说实际是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前半句嘛是讲它的史学价值，后面嘛是讲它的文学价值。几千年来，在废止文言文之前，在废止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这个五四运动以前，人们用文言文来写作的时候，史记一直是人们学习文言文的一个教科书。到了西晋时期，由于姓司马的家族做了皇帝，司马迁及其史记终于彻底摆脱了主流学者的贬斥，受到了官方的高度推崇。汉阳太守殷济因敬仰司马迁，请求为司马迁修墓立祠。公元310年，在司马迁的故乡如今韩城市芝川镇的高岗上，一座宏伟的汉太史祠拔地而起。祠内的司马迁坐像，方脸长髯，两眉疾病，依旧保持着受难之前的英姿。每逢清明，周边十村八社的人们都要登山入祠，祭奠这位崇高的史圣。在距汉太史祠不远的地方，2000多年来还有另一个特殊的人群神秘地缅怀着司马迁。距韩城市15公里的微山脚下，坐落着一个叫徐村的小村庄。这里西靠大山，三面临沟，仅有一条公路通向外界。多年来，徐村居住的是童、冯两姓人家。很多人相信，童、冯两个大家族就是司马迁的后裔。到这个地方以后啊，就把司马亮两个方向分为童、冯两兄单兄，四就是加以父变为童，马添两点变为冯。在徐村北面的老牛坡上有一座墓冢，传说其中埋葬的是司马迁真正的遗骨。墓冢下的石牌坊上刻有法王行宫的横额，如果把这四个字倒读，则为恭行忘法。这是族人对司马迁所遭受的暴行无声的抗议。村中的老祠堂名为汉太史遗祠，是为了纪念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而建，因此被后人称为司马双峰。